WHO 的定义是60以上就是老人。现在呢，全球在1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老人。2050年呢，4个人中一个老人。高龄化加上少子化，全球人口老化速度迅速攀升，平均每年以3%的速度增长，马来西亚也不例外。预估2030年老人人口高达14%，相等于520万人。在马来西亚，到2030年，我们就会老人国家。长寿时代逼近，我们是否做足准备迎接老人社会呢？独居老人的衣食住行、乐龄人士的医疗福利以及身心活动等，除了为现在的老人谋策，也为未来的自己准备，规划出幸福的晚年生涯。哎，你要干嘛？印度出了不事儿。ini suami adik umur 58 bila sudah bapa sudah meninggal dia macam mak sudah meninggal macam sampai sekarang pun dia kriuk dia belum kahwin dia ini macam saya macam mana saya kita jangan sesuai ingat sampai bapa apa cakap kau bila dia belum mati macam dia cakap sama saya lu satu orang boleh jaga semua orang saya sudah tolong sama dia sampai sekarang sudah 40 tahun. Mana kahwin tu? Ya dia dia sudah berkahwin kah? Sudah tua lah. Jaga sama dia sampai sekarang jaga juga. Lagi 290 wah. Dalam dunia satu orang sana Malaysia, dia cakap India punya orang ini macam kuat, boleh lari, dia healthy. Ini orang putih punya boxer. Saya dulu boxer. One, two, tapi 20 lebih saya masuk army Singapura 14 tahun. Saya driver army mah driver. Mbak Mia dia orang cuma pakai masuk hutan. Kerja dulu security kerja lebih kurang ada 10 tahun. Lama-lama sampai 70 kami umur saya lebih dia orang cakap dulu 70 lebih tak boleh kerja. Saya tu yang banyak susah tau. Kadang-kadang saya pergi sana, saya makan tak ada. Pasal saya punya adik tak ada makan. Saya tak ada makan pun saya apa. Saya punya adik tak ada makan, saya tak boleh tahan. Dari sana pergi, kadang-kadang saya jatuh. Saya ada pingsan tau. Ini sewa surat itu yang banyak susah saya. Tutup saya rumah, tak boleh bayar wang, sewa. Dia tak boleh sewa, dia mesti bayar. Kalau tak bayar, tak boleh. Ini macam. Saya tu yang mahu susah. Itu jam nasib baik orang mari tolong sama saya. Jauh. Known Mr. Balan for a long time, and seeing his condition and his age, I definitely think okay, he's somebody whom I think I can help.因为这马兰他是欠了的租金很多啊，没有办法付。那每次他就是很忧伤，就觉得我这么老了，我又不能做工。那么经过仔细的调查之后，就觉得他是很需要帮助。我们要让他老人家要给他安心，那我们就下去他的那个负责的，我们就跟他沟通啊。那他一下子不能够将5000多块来还，我们是否能够分期付款？一个月还124，然后新的租金也每个月跟他还。那么就累计了这么多年啊，就已经还了大部分的这个债务了。相信自己继续再帮助他一些生活费的话，那么他的生活就过得比较没有这样辛苦了。我们慈济人对他来说就是能够解决他的问题。有人买的行李啊，啥也蛮舒服的，蛮也舒服 ，happy。有人买的行李啊，蛮也舒服 ，happy 什么什么。
啊，要听我有人跟到啊什么，听我拜拜。阿弥陀佛，嘿嘿。感恩，感恩。那么你知道什么时候到啊？到啊，拜拜就是，这样不行。Dulu saya susah makam cukup. Sekarang saya ini rumah mihal. Rumah mihal mana senang lah. Rumah mihal tiada susah lah. Maya happy. 你看他的这么多神像啊，我们慈济人去，他都会很祝福我们。每一次去，他就会祝福我们，他就给你很虔诚的握你的脚，然后给你撒浪一下，就虔诚的祝福你。在马来西亚，只是印度人就在双方比较差一点了，也有很多贫穷的印度人。这印度人他的妹妹，如果没有外面人家的倡议，他们就是会面对很大的问题。我们不希望说老人一生的奉献给家庭、给社会，到最后呢，他确实没有一个依靠。那有的是。真正的是没有子女呢，那就是很现实的。这个时候真的很需要社会大家组织起来，我们就是来关怀。我是邓鸿行，我今年78岁。我是这边的教练，我在已经教了10多年的太极了。我们这里是太极班，主要是来参加太极早操。啊，这个是排舞，是我们会分两组，那么一组就是专门打太极，然后有一些很有兴趣跳排舞的，他们就会过去跳排舞。我还有手语。我今年78岁，太极里面的人全部加起来都有1000多岁了。我们是快乐太极班。我们这一班都是很开心的太极菩萨。过后呢，我们其实我们都是大家会一起去吃早餐，吃了早餐多数是回家了。有一个星期一定有一次星期四，我们会去一个地方。其实来做环保的太极菩萨，他们年龄其实很不小，大概以65岁到80多岁。那我们在2009呢，就在这个热洞开始了我们一个环保点，所以这个太极菩萨呢，那时候开始呢，他们就陆陆续续都会有带资源过来。2013呢，就成立了这个现在的这个环保站。那我们这些太极菩萨就是在2013我们环保站成立过后呢，他们就比较积极的在这个环保站定期的这样子的付出。2009年到现在已经将近10年了，虽然是可能是断断续续的来付出，我觉得很不简单。2016年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帮这样大年纪的老菩萨在付出。可是这一般大多数都不是慈济人呢。我看到你们我都高兴哦，为什么？你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典范哦。这个老菩萨清真已经80多岁了，87岁啊，那没错。嗰阵你点样嚟到呢个环保站嘅？太极班有个师姐幽默，陈幽默带你，带领我们来。你偷偷来的时候，你会做环保吗？不会，要学习啊，什么东西都要学习啊。因为很多年纪大的时候，他们跑路什么都很不方便，可是他们还是弯腰。坐下，跪下。阿弟，你咁弯住腰会痛哦，会攰冇？系对一点点还好啊。今年你几岁？我83岁，我很珍惜这些东西啊。很珍惜啊。好像黄金呐，丢掉又可惜。我今天可以讲一点那个贫穷的人，我是天主教，我只要能够做的我就做，就可以帮助人家我就帮助人家。虽然是辛苦一点呐，又要弯腰啦，又要驼背啦，让每个人都能够环保，让变成这个地球也干净，不会弄到人民伤害呀、啊，这样有干净的
地球，这样我们就可以生活的比较好了。这个是一个记录，应该要拍上来，因为这个就是能够做人的典范。我来做很久了，越做 越开心。无所事事在家里，倒不如来这边，又一半可以谈天，一半手又可以动，当然开心。不开心就没有来做了。来这边有讲有笑，很开心。也是一种运动啊，觉得哈，你出一身大汗呢，就等一下又很轻松了啊。尤其是老菩萨，他们有时他们在睡眠方面很难入睡，他们觉得说做了这个环保分类过后哦，他们好像比较可以入睡，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他们身体的帮助也很大。做环保可能他在做湿纸张的部分啊，还是说他在分类啊，他都会牵涉到那个 fine motor skill， 可能他要把一个东西拿起来把它搬到去另外一边，那边就牵涉到 gross motor skill， 所以做环保他第一个训练到可能他就会有动作上的那一种，就讲协调或者是我们讲的那个技能，运动技能上的一个训练啊。第二，我觉得环保它也如同是运动这样咯，所以它可能也会出汗啊，也会排汗啊，血液循环那种都是会对他们是有一些类似运动的那种就是效果在那边。第三呢，我是觉得就是在心理方面，他可能就会觉得我有人可以谈天，我有人可以互动，而且每一个师兄姐都是友善的，所以他处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哦，他自然而然他的心理的感受是比较正向的，因为他知道他做这个活动是好事，是正向的，他心里面是会有一种满足感的，所以他几个这样结合起来，他的生活他就会觉得那种落寞或是缺失的那种感觉就会少一些。他轻松了很多，他就很愿意出来付出去做环保，由医生带动他，他的带他的妹妹一起出来做啊，真的是很不错了。那我们也感动，我们的环保日他会做记录，叫我们跟他写起来。他就会写 OK 几号几日是做环保的，他从来没有缺席过。那么这他有这样的回馈给慈济的话，我相信都会影响一些其他的人也出来做环保了。尤其是这个 Mr. Balan 呢，他越做越发喜越感动哈，所以他就带动了这边开这个环保点，他的戒瘾哈，认识了这个店主呢，就是说介绍把这个的环保点让我们来取用这边做环保点。Balan jadi dia cakap, you kasih tahu itu pesatan Buddhis punya, dia boleh tak dia buat tempat untuk barang saya kumpul. Jadi saya pun kata boleh sebab sendiri pun tempatnya lapak, tak ada orang guna. Tujuan utama pesatan ini buat demikian. Jadi maka saya pun setujulah. So, dia juga menggunakan di sini banyak orang yang berpengaruh. Jadi, saya juga menggunakan di sini banyak orang yang Saya adik, pukul 5 kita pergi luar, kita pergi angkat ni, banyak. 然后他也把很多的资源收集在他的家里，然后到每一个月呢，就把它拿来我们的这边的环保点这样子。Eh, ini sampah kasih jual sama tak ada tempat. Dia pergi kasih lagi miskin yang orang ada tolong. Macam saya macam ada tolong.Lagi orang miskin dia tolong, sana miskin tolong. Ini macam mau tolong, saya mau tolong sama Buddhis. 我们就是帮助他一点，但是关怀到好像家人的关怀，让他可以再慢慢站起来。结果他现在也是跟我们一样志工一样，说我穿上志工服，我也可以做环保，我也可以付出。他不会觉得他是没有用啊，那些老人家就不寂寞了。我们就让大家老人家。他的人生经验，他的回馈，是可以影响更多人来跟这些老人家学习。
哦，你本来昨天站这里的吗？啊，对对，你出来一点点 ，OK 好吗？可以吗？因为我们在这个星期天，在大古木宁德公修处有一个吉祥业的祈福会，有安排说我们泰济的菩萨做一个表演，就是手语一个干净的地球，绕着全球，可以啊，再一次啊，留给我们，哎，不是，让我们一个手语的呈现呢，不单是只是表演给人家看，主要是能带动大家一起来做环保。看到老菩萨在表演手语的时候，又是在亲手做环保，会有那种感动。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还在练习，我们没有多少时间练习了。接下来呢，我们有我们的小菩萨，我们的志工，一个干净的地球。已经年纪已经很大了，已经差不多有些要退休了，要需要鼓励一些年轻人来做点环保，要不然的话，那不叫那地球变成不知道怎么样的地球，很肮脏，很不健康的地球。孩子支持你来吧，表演就勇敢喽，哈哈哈哈，还说妈妈很勇敢喽。他说我啊很勤劳啊，可以每次有来帮忙做环保啊，他很赞成。这群太极菩萨以这个年龄层乐龄的年龄层来表演这一首手语呢，其实那个意义是非常的重大。要老菩萨来练习这个手语，其实大家都已经是不灵活，可是他们只是可以啊花费时间去不停的一个彩排和练习啊。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透过这些老菩萨这个热灵群呢，去呼吁带动更年轻的人来做环保，响应环保，然后爱护这个地球呢，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无声说法。那我是非常很感恩，就是优梅师姐还有秀玉师姐这两位的，从开始的点到现在的不断的一个扶持和带动这群菩萨哈，就像一家人这样，然后也把我们整个不给走得动的一个环保的这个运动呢带得非常好。秀玉师姐，哎，你那么多年来带了很多那太极班的老菩萨过来做环保，你有什么心得吗？让他们自己来做环保就高兴了咯，是不是？可以说是我们对这个太极菩萨的那种缘分不浅。嗯，一个干净的地球和我们一起做环保。Sekarang saya banyak senang. Tiap-tiap bulan sekarang ini orang bayar. Saya ini macamnya, orang mari saya tengok masuk ke hati lah. Mana boleh mari orang ini macam? Ha? Saya mesti ada sempan. Satu bulan, satu kali. Sekarang ada semua 100. Orang-orang 4-5 orang mari. Ditulis apakah semua sistem itu pun ada.来感谢感谢小玛丽亚，就是这样对。他头竹筒不是那个普通的，他我跟他讲，最重要我们慈济帮助你，那你要把你的肚子填饱。他讲不行不行。selalu mengingat lah, kalau dia ada lapar mau makan, kalau ada lapar mesti mau makan. Pagi mau makan, tengah hari mau makan, malam pun mau makan.
两根鸡饭。那我们每次问他你够吃吗？够够够够，我们给他补助，那扣下来的也不是算很多了。那我们问他需不需要给你再多一点，他讲不需要，我够吃就好，把这些帮助别人，所以他是很知足的那一种老人家。Saya bila sudah meninggal, suami adik boleh semua orang angkat pergi masuk itu orang tua di rumah. Itu dia. Lin Da Tong Pin 说要让老有所终嘛，哈，那这个终就是让老人家安心。安心，他不会是老了没用。那你后半辈子呢？其实你可以真正的为你自己的啊，想要做一点好事，啊，想要奉献。那这个时候，你可以为你自己写人生最后的剧本，这个叫老有所终。我今年77岁，上人说寿量保障，50岁就进寿量保障那边。现在我只有27岁。我最爱做瓷器，就是那个木心哦。我们又可以跟他结好缘，又可以讲瓷器的事，净化人心嘛。大家一起来做手心向下的人，帮助人嘛。每次要带着瓷器脸去跟人家开心讲开心话，你开心就会变年轻嘛。背台子好像我们去练手语这样啊，更变年轻了，我觉得啊，好像我们70岁好像变了他们这样20-30岁。累讲不累是假的啦，但是你去游泳了，筋骨松啊，就又精神了咯。好像现在我在这边做福田了，我回去我没有睡觉的哦。我觉得有做很精神，上人说的，凡是什么有信心有法喜就不会难的，什么都可以克服。真的到现在我都很喜欢，真的要感恩上人可以主办这个瓷器，我们这个到现在晚年还有这个可以再来做。我们老菩萨真的要把握因缘，把握一分一秒去做我们瓷器哦，因为我们上人说来不及了，分秒不错过。做瓷器真的是在很开心的，做到走拜拜就是要做瓷器，来世看有没有这因缘跟上人又再做瓷器。老人也有老人能做的事情啊，这就是生命价值啊。谁说老来无用呢？老来呢，用途可多了呢。生命的价值啊，我们还是呢要发挥。这种通达道理呀、啊，这个生死路呢，我们要很清楚，而且呢，我们真正的要磨练自己，道理了解。烦恼扫除。